现在你不破奥运纪录，你的冠军你白拿。因为这个冰场算是平原比较快的冰场，所以大家的能力水平也是现在非常高，所以打破纪录这个事我感觉非常正常。作为第一块男子速滑金牌，希望就是给大家以后起个好头吧，开了就收不住了，多拿几块，希望中国队。但是这个项目入奥运会比中国代表团入奥运还早，所以说这个项目就属于田径的大项，所以说这一块男子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，还需要继续的努力。